当地时间一号上午5:58，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八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随着一个个口令的下达，神舟八号飞船开始船舰分离，展开太阳翻板，最终准确进入预定轨道。7:08，中继卫星准确捕获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建立通信链路。天链一号0102星开始为天宫、神八双目标接力提供全程可靠的天机测控通信保障。目前天宫一号运行稳定，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按照计划，在未来几天内，神舟八号飞船将在太空中多次变轨，最终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2次对接试验。 WTV 李超报道。